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。变变变四，南北韩开战一啲都唔恐怖，因为佢哋每日都上演一场世纪大战。喂，系咪有人揿警钟啊？有声啦，系我哋揾 lift 啊！得，保持镇定啊！我哋揾人嚟睇啊，好快。唔该晒。唉，咁应该等多阵应该得噶啦。哦，头先讲到边啊？啊，系，你哋嗰场世纪大战啊！系，咁即系点啊？嗌大交啊？佢哋成日都嗌噶啦。嗰陣時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咁樣講嘢噶 ，Jerry 就係咁問葉文食唔食嘢，食唔食嘢，食唔食嘢啫？又減肥啊？減乜鬼啊？你都冇恆心嘅，食啦！你食小餐又唔會瘦嘅？哇！你怕嗱真係唔識講嘢噶，我幫佢講。即係咁嘅，我覺得你把聲咁好聽咧，係唔會有人注意到你個身軀嘅。唉，你咁讲先系噶嘛，真系。你讲咩啊？你头先讲咩啊？我叫你食嘢啫，你做乜咁恶啊？冇事冇事，系咯，食嘢。我唔想食嘢啊，又关你乜嘢事啊？无啦啦话我肥，我都系好心想叫你食嘢啫。咁你食多一餐半餐又唔差得去边噶啦？你仲讲、啊，咁你系咪应该撑下我，支持下我啊？我咪撑紧你咯，我只不过叫你放松下，食下嘢啫。我有讲错咩？喂，你哋。唔好嘈啦，至少唔好喺呢度嘈啦，好多人啊！你两个姊妹嚟噶嘛，有咩好嘈啫啊？我有讲错咩？你系肥啊？你讲乜嘢啊？我讲咩唔好啊？哎呀，你两个唔好咁啦，真系。Alan 啊，你今日不宜讲嘢啊，你真系。罗海彤，你根本系瘦底嘅，你明我咩感受咩？你识写个肥字咩？系啊。我本身是瘦底，但是次次出 show 都要弹吉他，又要拎吉他，抬住部 M 嗰个又是我。喂，我有帮手噶。是咩？有几多次啊？今日有，上次都有。是咯，两次咯，其他全部都是我拎噶。咁你有把口噶系咪啊？你想我帮手，你可以讲噶嘛。我又要练吉他，又要弹吉他，编曲又要我谂，我仲要开口同你讲咩？你真系好多嘢做啊！你净系识得背歌词，表演嗰阵时又系咁依讲几句，我就喺你一边 set 嘢 set 到死，你就好啦，咁弹，不如交换啦嗱，你弹嘢，我揸住支麦，求其讲几句啊！我就系知道，因为你要 set 嘢，咁我咪喺后面谂下嘢讲咯，拖下时间咯，个个人望住你 set 嘢，然之后喺度 dead 咧，咪好开心，咪好过瘾，咪好 entertaining 啊！原来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比不上你的，那分开咯。好啊。喂，叶文，喂，哎呀，你两个咁样，点啊？做咩搞到咁噶？杯沙冰好好味啊，个包都好好食啊。我想出走。但总会回头，回到每一次阴森记忆，像受伤的狗。我很想开口，怕你就。就算我多爱你，都需要安静添伤口，或有新的公仔，没有假想归，我想要幸福，偏变得智慧，青春身体。但又不值上世，自从认出亲生的你，至少摧毁我的美丽。变变变四，阿基是 Jerry， 特别声演 At Seventeen 林义文、卢海彤。
你哋细个有冇试过同人讲绝交啊？咁点样好翻噶？可唔可以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话俾我知啊？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独哭泣过后，从不会有尽头。明明怕接触我想爱的，但沉默接受。想开口，但只会皱眉头。原来你怕听幼小的叹息，遇上我，或有新的公仔。叱咤903，依然亲爱的。